你进来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嗯，谁不舒服啊？那怎么不是啊？是不是不合胃口？你不觉得这羊肉有股子腥膻味吗？是吗？我把吴妈叫来问问。还是算了吧，多半是买回来的这头羊不好，等这头羊吃完了，换到下一头就好了。嗯，我吃着倒还好。嗯，那正好，你多吃点。你就只吃这几块萝卜？冬天的萝卜赛人参呢。看来明日还是得嘱咐下吴妈。清晨冬日寒冷，今夏每日公务又多，还是得多做些合她口味的饭菜。哦，对了，今儿大杨让我去师傅那拿东西，我怎么给忘了？若是要紧东西，待会儿让人跑一趟就是了。倒不是什么要紧东西，就是谢潇送来的江南特产，师傅说让我去拿些过来。今天冬天冷，师傅的腿没再发过病吧？嗯，没有。自从师傅的腿在江南治好之后，他把之前的功夫都捡起来了，现下身体也特别好。你练功夫，若是有师傅一半情况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忙啊，我城里那么多的案子。今年师傅不在京城，不如请杨月他们来家里过年吧，人多也热闹些。真的？你不是喜欢清静吗？你不是喜欢热闹吗？